去。平华国小小朋友生得高机器人，算甲非常欢喜，因为伫较偏乡的所在看到这种机器人是非常难得。这个花莲县政府推动的创客教育计划，就都伫平华国小办理。有八堂课，那这八堂课里面受益的学生有20个学生，那我们分批的去做，做的八堂课让小朋友去体验，让小朋友一个做这个机器人的一个体验。创客教育计划主要是希望整合知识甲动手操作，也都是将创意结合科技，直接实际的体验，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真难得机会。因为这可以让你的头脑可以发挥很多，就比如说小小的积木可以拼成那么大的机器人，因为很可以进行很事。来自岛内的指导老师表示，这项游戏一旦开发小朋友的创意，也透过团队学到合作精神。在他们的思考逻辑跟那一些想法上面，可以给他们一些很大的帮助。特别是说他比较好入门，可以让小朋友从层次设计的概念，再一次简单的硬体组装，然后呢，再他们可以去设计自己心中想要的东西，然后以及说实现他实际可以去run，可以去跑。像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可以实际的去让机器人真正的动起来。这机器人一套都要几多万块，不过指导老师也非常有心，免费赞助核心学习。那连老师这边他也很阿萨里的提供我们云林县那新华国小这系列的相关课程。那原则上的话，因为我们云林县目前的财政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添购这相关的教具。那我们教育处这边未来也会想办法去编制这些经费。那也很感谢说我们的县长还有我们教育处这些长官的帮忙，让我们的新华国小能够很快的步上轨道。偏向学校囡仔较无动手操作机会，所以政府也希望透过这摆活动，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过程中未有唯一的标准答案，鼓励因迈向失败。记者郭俊平采访报道。